这些物件哪块的？那个是陈燕的那个呢，我爸一直推荐我喝的那个呢。瘦身的，喝免疫健康的，很瘦身的。没有，那我怎么没喝过？因为我都自喝啊。妹妹星期六要开刀，你很担心吗？会啊，会很担心啊。啊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他好可怜。老大感人而心的话我也是说不出口，你知道的。总之很谢谢你这些年的包容和照顾，也谢谢你对小哥小妹的爱，我都看在眼里。平安健康就是幸福，我们还有好几个九年要一起走，一起加油吧。少如，未来的蔡太太，我们九年爱情的长袍终于让你穿上婚纱了，希望你会喜欢这个婚礼。虽然你小时候觉得姓蔡的有够少，绝对不嫁给姓蔡的，但是命运还是让我们在一起，以后就是蔡家的一份子，我们早日生个小 baby 吧。爸妈，谢谢你们三十几年来的照顾，我终于成家了，未来我会更努力的赚钱让你们早点退休，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。也谢谢陈爸爸、陈妈妈放心的把小如交给我，我会用心的照顾她一辈子，请你们放心，我们会幸福一辈子的。琪琪生日快乐！时间过得好快哦，你都八岁了。每年陪你过生日节总是既感动又舍不得。感动的是我们一起生活了八年，有很多回忆，有那么多家人和朋友爱我们。不舍的是外表永远像孩子的你在慢慢变老，谢谢你尽责的当老大跟杰的跟屁虫。回头看过去跟老大在一起九年的日子，每个片段都有你，真的觉得很幸福。未来另一个九年也要有你和小妹一起度过哦。Compulsive crazy.